换人，王府托根本不行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过来！八队下不过我，这么狂呢你？对啊，我就这么狂。来，何其算你赢，让你先走。哎呦，咋办？哎，怎么样？跳起来了，咋办呢？我都没戏下了，我何其算我赢？那不让咋办呢嘛？逼你还狂。疯狂。什么？进去。上嘛，我出去能干啥？停停吧。上嘛，赶紧。 哟，我就闯这个嘛！哎，过来，马给压住了。就是，来，我飞下。你看，他咋不下马了呀？他就不要干压，知道不知道？他看不上这个。上。回球吗？打。回球吗？嗯。不打他断的，两个马都不知道。那让人上吗？进去说话。 进去上，双马play，不行，再给我打，不是定马了呀？定马的，那就完了。这回打，起步。看打你，咋打？哦，咋办呢？就这么办？哦，咋办呢？换掉了。哎，咋办呢？然后推着再打，咋了？去，推着再打。嗯，打穿，再打。 那打不是，咋不上吧？总比打了嘛。那不是，吃这个，这个。躲了，不理你。哎，打中炮一脚，脚出水。咋了？咋了？咋办？你说吃了了？那我上个是。炮给打了。这个破了招子，热死了。对。主要出不来。咋办？这回出了嘛？这回就出来了嘛？我这个最想咋出嘛？本局要先出，最要先嘛？哪个出不来？ 撤！你就给你出这个，出这个先出来，这是很重要的活。嗯。请举战中。中炮呢？兵哪里？来。嗯，喂。放心，时间收兵。弄咋的？进卒。红牛。拱了，拱了。我的天嘛！要得呢，太熟了，何其才我劲。拱了，拱了。是。 比我还狂的人，我就没见过。不带出来。哎，我就不要想。出去。打我上，上个响，上个响。上个响。不要响就回。不用着了，哎。这回肯定他敢吗？进坐。你看打不过是吧？不让你打了。嗨嗨。打不过他不打嘛。嗯，弄咋的？ 起码，嗯，打马马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马上就上来了，上，脸上让上来了，瞅这嘴会在那地方都得出，乒乓，哎，我这个这就不中就出，那他长久了，你在喊嘛，那肯定要出，长久下去来不及了，你给的拿起来，的溜溜去，胳膊不会开车嘛，还抽，嗯，会嘛吧，回来打掉了。 老李啊，回去搁这就打，搁这就打，你知道吗？上他，他吃到吃他的。看那个马来西亚，换掉，这腿位紧嘛。咱这个兵吃点，这个兵也死了。能向上我的炮吗？咱这还有个狙啊，龙头回吧。我这回是回，咋呢？进去。上，往这上。上，再上。再一年多大？哎呀，让再吃咋办？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哎，他吃。 回到那上，真的往这回了，往这回吧，回了，嗯，打掉不该打嘛他，嗯，他又是该打。走了白天走了折磨那上那个马又回不来。进去。中兵完了。马他八方呢，小伙。上这个上，哎，我就不听你的。上这个上，就不听你的。那上都上错了，那这都那上几个上不上？那那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上。哥不懂嘛那。 这个马又没跟了，哪个马没跟了？破开了。哦，那个马没跟了。那个破开了，还行还行。我不跟了，还没跟了。这不，该进出局。加油！咋中炮来了吧？啥用？啥用呢？哎呀，那我下士。哎，把那几万奖啥的，啥用也没有嘛。说，中炮是扣完了。我咋就不相信？上士。 我咋就不相信啊？就吃炮，那不给不平就行了。我咋就不相信啊？你想发动这边可能吗？哎呦，像大兵那还有想法。中炮。
啊，不理你。你看，给你拿掉。你看，我咋就不伤心啊？这样子话就是，我就不伤心。妈不要了，妈不要了。哎呦，他敢不敢吃？是，咋不敢吃？你啥不敢的我？稍稍的，我就根本不要。人家把这个冰住嘛，动不了嘛。原来把这个冰吃的更住了嘛，咋了？吃冰。你看，你看。那猪肝多，他招上的猪肝多，哎，你看着，俺慢慢烧这个馒头吧。你那个猪不该吃吧？不管你了，再吃个冰冰，你把冰都给你吃了，我就知道人家吃你的冰去了。那不管你了，滚冰！哎呀，又滚冰了，人家滚了，你能把人家怎么着啊？滚，他感冒，抽呢。哎呀，他感冒，你这抽呢。哎呀，他感冒，人家多吃了嘛。不要高兴的太早，进去。他感冒，妙招，滚婆。他感冒，婆那滚少，破精啊。哎，给我！俺为啥不干呢？有这嗓子。再攻，让那马上。他感冒，他感冒。来，我退炮。换了。哎。将住。完了。我丢！那多一个马。我死了。多一个马能做啥？多一个马。哎呀！我的吃嘛，你熬的呢？这是个啥好吃的东西？请去。来，这啥呢？过足喽，过足喽。这啥呢？快去！下下下！来。这是啥呢？请去。看住了。又看住了。俺的马现在上来了。上下哎，根本不害怕。上马。什么？你害怕啥呢？他。只要不怕死，他给我烧了，我往靠。那个烧人家不要了。哦，听我都是听烂了。这都是这两天这都不足啊。什么？你这做啥呢？你日出来就扰民呢？做啥呢？人家上草咋走？咋走？那上桥不得上个？上一个咋着？上一个。进去。啊！吃香蕉。哎，给你。香蕉。有啥用？那上个草这个有点怕得很。有啥用？我下山。你进这个，进这个，人家吃掉了，吃掉你就是吃，他感冒，你看，哎呀，他感冒，吃死马呢，那聊的嘛，他感冒，感冒，哦，哎，叫嘛，来，还说呢，日操嘛死了还吃，叫啥？我哪里不信这个邪？叫啥？哟，日操饿死呢，我哪吃日操能饿死嘛？那上个死心了不？来，我上市。你拼咋办呢？你这拼咋办呢？我皮卡都行了，你咋办呢？我操，想出对牛，那抽不抽啊？等死去吧。对对对，那他还是看准的，我还说这我将军，你做算我做将军最丢你还你还是为呢？我这吃你还是为呢？你还是为点啥？你还是为？那马上来了，这个人知道这个黑土的。皮去，出来！逮着都出来哦，那该出来哦。我咋为啥不该出来？哎呀，来再皮去，哎，马吃掉。都该吃哦，为啥不该吃？为啥不该吃？下了上了，为啥不该吃？那谁将军呢？为啥不该吃？将军有相呢，没吃。为啥不该吃？哦，我还有我不该吃的东西呢。看着那个推起来，看着。看着多难看。哎呀，俺再吃也吃死了。咱就是个万幸了嘛，我能有福气吗？退去。我的吃能有福气吗？再吃也不咋办。再吃了，你个哪个你吃，你个他吃就行了吧？喝就算了，喝就算了行了吧？将军，对住，双枪都没有了，说的他喝呢？哎呀，想多了吧他？举腿一，吃了吧那个猪，不要了，这个死啊！死就不要，那就都还安心了吗？他能忍掉吗？喝吃也是忍心吧了，咋了了？吃。他说：“喝的什么行吗？”他我不吃，我想咋样就咋样，我不怕吃成光蛋蛋。我说：“这是王上那个就是啥？王上那个叫他就是啥？第一次喝这个。”上酒，那绝对上酒，你自个尝尝了。这就是标准喝吃吗？喝吃了，哎呀，我下市，这不要走量。那酒你能走喝那？你喝了就算你行啊，你就喝了。人传来的人不叫。进去，稍稍溜溜的还输呢，我跟你说，这能输掉吗？哎，将军，那谁上市行了？咋了？对我上市，啥上啥市，直接刀死他，根本不听你的。那没那没那事，再不要上这了。
根本不听。那是不行，我那啥是？那等着收着走，那走。这个下校，下校，下校。来，做啥呢？哎，你做啥呢？新居啊。啥事？再下事啊？那出来。哎呦喂，咋的？出去。出去。啥事？你还做个大多完心了哦。来。这嘛就是我想咋用就咋用嘛。来，回去。来，送过来。来，送过来。哎，对，将军双击错。害怕吧？那我金将。啥事？啥事？将军把军队调去河南了。啥事情？将军。河南人赢了吧？不是，我把车过来带。哎，我退去呀。对调，对调也是你赢。我是早就不早就啊。哎呀，我根本不听你们的。哎呀，进去。听你们的呢，来，哎呀，还想走好点吧？三不算，三不算，来，站住！还想大刀剜心啊？你还摔不摔？你给我摔好我看。手扎住，至少。手扎住，至少。进去。他叫住了，再拉回来，喝酒了。让他吃。小猪，你就让他吃过来再叫嘛。哎呀，吃过再把他两个狙都给他弄得没。来，我下士。哟，没出去了。嗨，这回他就上当了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我再上士。谁也赢不了什么，还是将军。你看我咋赢的？喝酒去。哎呀，来，再下士。我狙给他扣住。哦喂，来上个将军，走那个啥去啊？啥意思吗？啥意思吗？咋办？什么不了？哎，说不了。哎，我真烧死啊！小心点，你要把这个给它吃掉，我跟你说。那自己吃的，那吃，自己吃的。多了，这还。退去。你这他也是喝起吗？喝起也是你赢吧？喝他能做啥呢？你看，那都吃啥吃啥吃。现在成喝起了。那这个是吃。将军。那进来就行了嘛，咋呢？哎呦喂！来，再平局。再出，双方不再出来。哦，做啥呢？再小猪，那他能做啥？将军，双方不对。哎，上来，死掉吧！死掉吧！那该死，死掉白脸杀了。该死，你们这偷吃。将军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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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来，死有几脚了？将军，死有几脚了？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你看你怎么走。你是干啥的呢？嘿，我是拽啥的。